大家好，我是 Liota 祭坛音乐负责人黄银山。因为我喜欢创作，喜欢音乐，所以特别主持了一个音乐节目《福音乐势力》。欢迎你，如果喜欢听音乐的朋友，或者是你本身希望支持福音音乐的朋友，都强力邀请你来收听这个节目。而如果你本身也是福音音乐的工作者，你有作品，然后不晓得怎么被分享，也欢迎你跟我联络。福音乐势力与你不见不散。